面条都被干掉了，应该都是因为这个面。这，你这怎么随便捞都有？我们人品有问题啊！ 每次都是两只，但是它是剥几个竹了嘞。你们放跟它煮一锅不？不用一样的。啊？我直接扔到它隔壁，八大不空啊！哇，又来了，百发百中。没其他，把其他的。每次看还是你生气啊你？哎呀，现在还是大，但是还是很大。你以为那么多，那么一。对，但是你护，还有护栏还是掉的，什么鱼？挂了一个嘛，捞。